这个给你。我要这个。还你。那这个给你。好了啦，还你啦。爸比，给你这个。别打。啊，给错了啦。爸比，你要这个就好了，这个也给你。又没有了。好了，给你。这个给你。情绪转化如此之快，宝宝，你真是天生的演员呐、一场激烈的田径赛跑即将开始，运动健儿们摩拳擦掌，蓄势待发，只待发令一声枪响。什么情况？全中枪了、快救人呐！来了，我们来了。什么？起死回生？喂，你们是来跑步还是来秀演技的呀？不过和下面这位演员相比，你们还是嫩了点啊。哭戏往往是最能考验一个演员的演技，有人哭得声嘶力竭，有人哭得泪如泉涌。宝贝啊，宝贝啊。